新出版的书，看我们读什么书。我今天读的是《夏至一凡》。我认为一凡不傻，我觉得他只是坚持他自己所认为的美好道德。不过他现在身在我们的社会，他其实是存活不下去的。觉得他的理想国真的太过理想。傻子一凡的国度真的是个完美无瑕的桃花源吗？傻子一凡的国家，它是一个平等的国家，可是没有竞争的社会真的是好吗？